几点钟放学？5:40。5:40也赶趟，我一般都在7点钟关门，7点多。有名片的还是啥？有的，到时候留个电话，有事到时候我打电话或者什么。台北上有，外头台北上有电话啊。这种就不能洗，这种一洗就完。那算成几天的洗啊？不疼了，捏着不疼再洗。用手一捏它，没有感觉了，就可以洗了。你要这么一洗，它里头捐的水出不来，100%得化脓。